一天，一只壁虎啊，被一条蛇给缠住了，眼看就要被吃掉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旁的另外一只壁虎不抛弃不放弃，试图来解救他的同伴，一次次的向蛇发起了进攻。最冷血的营救。近日，在一位国外网友拍摄的视频中，一只壁虎被一条蛇死死缠住，眼看就要命丧蛇口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旁边的另一只壁虎却始终不抛弃、不放弃，冒着生命危险试图解救同伴，并一次次向蛇发起进攻。这次主动的进攻激怒了青蛇，它不但没有放弃手中的猎物，反而将其缠得更紧。眼看着同伴就要被勒死，一旁的壁虎决定改变进攻策略，他打算引诱蛇来攻击自己。最终蛇掉了下去，同伴得救了。